施小姐，有嘢你就讲。企喺度吹风好容易冷亲。呢个时候仲识关心我，你呢个保镖都算做得入型嘅。 点解辞咗职冇做警察，仲有沟通人员？你咁精明，呃你唔到。你系卧底。辞职系真，我唔系警察。不过我唔知咁算唔算系卧底。但系我一开始接近你，系有目的。查逼强，查重。对唔住。 利用咗你对我嘅信任，风水轮流转，你出卖人唔出卖，我冇资格怪你。何况你做保镖，冇做多冇做少，啱啱？你冇同我混熟，同我保持。我可以唔喺 Victor 面前揭穿你。 但系绝对唔可以留你喺我身边。我同 Victor 关系好密切，系好密切嘅拍档。我唔可以做对唔住你嘅事。你应该知道我最唔想做嘅就系欺骗人感情，同出卖身边嘅人。施小姐，我会主动辞职，唔会令你难做。 今朝上你车，估唔到系我同你最后一次嘅车。你已经唔系我保镖，我自己锁定示范。只要唔涉及到长兄嘅，希望我哋仍然系朋友。以后有咩事，随时揾我。 Sir，好开心喺度见翻你，多谢许 Sir 帮我办理复职手续。坐一坐。唉，一哥叫我帮你搞复职，我可以托手争。系啦，好奇问下你啊，你同一哥好熟噶？我喺屋企嘅时候，佢系我老顶嚟嘅，系咁已经叫做认得下我啫。讲真，你哋嗰次喺泰国出事嘅时候，我心入边都谂，呢一关一定好难挨，冇第二个人可以帮到你。 只有靠你自己嘅啫。我谂通咗，我发觉自己最想做嘅就系警察。挨过咗呢个心理关口，你以后一定会变得更成熟。之前无论发生咩事都好，当系放咗个长假啦。Thank you, sir。 系啦，你心理评估报告全部 pass 咗啦，而家谂住继续喺 CIB， 定抑或想试下其他部门，我会尽力帮手。我想继续留喺 CIB， 不过。 我有个请求，司徒婆，一份烧麦，一份粉果，唔该。啊，好啊，廿蚊啊，等我嚟啊，俾多两盒肠粉，四份烧麦，唔该。系咪有嘢想问我啊？师傅，你点解突然间复职嘅？ 我咪同你讲过要去长兴查班黑警嘅，点知搞咗咁耐都冇咩料到，咁咪翻嚟警队先咯。咁啊，下一步点做？系你主动要求入我呢添。你话过我想我哋司徒合作噶嘛？不过系谂唔到咧，兜咗咁大个圈翻嚟，呢个膊头多咗粒花，而家变咗 under 你添。 呢啲石田十年如一日，我应该换下。
密碼都冇改過，班友真係懶過鬼。鬼知。Sir，大家埋嚟。呢個係我師傅，高級督察卓海，叫卓 Sir。卓 Sir， 大家好。大頭、心姐、細舊、雪糕、凍親、小六。你炮哥大友領七佢哋咧？佢哋調曬其他組。全部都係。咁啱得咁巧。唔緊要啊！我最中意同新伙計合作，希望大家會多啲火花啊！大家中唔中意食腸粉啊？多甜醬，多芝麻。Sorry 啊，卓 Sir， 我哋啱啱食完早餐。唔緊要，我自己食曬佢，最多跑多幾個圈。大家繼續做嘢。Yes sir。師傅，有冇房傾啊？好啊。隨便坐啊，師傅。點啊？翻到嚟有冇咩唔慣啊？冇咩唔慣嘅，又唔係走咗好耐，不過就景物依舊，面目全非。我都知道班舊夥計走咗，會搞到你好唔慣嘅。佢哋調曬咩部門？阿領七啊，一路想做警訊，啊，終於得咗啦。加菲貓咧，原來中意狗嘅，考咗入警犬隊。阿東粒啊，考咗入 G 科，龍珠啊，過咗談判組。呢班友仔，我都知道佢哋中意去呢啲部門噶啦。不過冇諗住可以一次過走曬啫。仲有炮哥個老婆生咗，調咗去水警，話探佢翻一日放兩日喎。阿大友啊，摘咗做沙展，過咗 PTU 受訓。咁都係好事嚟嘅，我都希望佢哋有好嘅發展。你同出邊班夥計唔熟啫，其實佢哋份人都幾好相處。既然師傅啱啱翻到嚟啊，不如做住啲輕騎啲嘅工作先啦。我哋嚟緊會有竊聽嘅工作，你幫手向法庭申請片面。哇！咁重要嘅嘢交俾我做，你都算錫住師傅喎。呢一沓係呢一單案嘅 file， 麻煩曬。你落標啊！一陣幫我跟住前面架車得啦。開始啊，跟住佢。等陣，卓 Sir， 係我啊，小六啊。我唔答啦，唔該。你做咩跟住落嚟啊？卓 Sir， 你誤會啦。我聽阿 Ben Sir 講，你係佢師傅，我想留喺你身邊跟你學嘢啊！原來你想跟我學嘢啊？係啊 ，Ben Sir 成日喺我哋面前讚你噶，佢話你係 CIB 嘅王牌。我想卓 Sir 你俾個機會我跟你學嘢。唔係唔得，不過我好嚴格嘅喎。冇問題，赴湯蹈火，上刀山落油鍋。又唔使咁誇張，跟我嚟啊！背曬佢。背曬佢！你唔係話要跟我學嘢嘅咩？呢啲都係我做過嘅 case 嚟嘅，背曬佢。Yes sir。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加多 TVB 精彩嘅節目，就快啲撳埋下面嘅鐘仔 subscribe 啦！